扔了东西，再吵点你为什么不先把他打了？你为什么？老婆也在吵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弹琴。你洗手了吗？知不知道老婆的钢琴的 SOP 就是要先洗手，所以我去洗手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很想弹钢琴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会呀。因为我不喜欢洗手。No， 鞋子。我太难了。Thank you。你为什么现在突然要弹钢琴了？好玩吗？你要弹钢琴，我还是把我们家这个门先关上一下。Why？ 我怕影响到我们的 neighbor。我的英文。你的英文？我的那个叫什么呢？什么呢？英你的英文很好。我的音乐很完美，听起来。哇哦！你今天是想表演个啥子吗？好不好听？你还以为我会弹是不是？你看你刚弹得很好呢。我会弹，来，三二一，不是这个。你就稍微的小声一点，好吗？ Okay. 你弹那么的，好。闭嘴。请问你在弹什么呢？是一个黑黑的衣，驼背走在街上，雨淋着他的头子是吗？雨淋着他的头子，连他的头发湿了，他没有带雨伞，湿了，连。cry 了，哎，林，因为他昨天晚上，他做了个蛋糕，他做了个蛋糕 ，Yeah， 知道为什么他难过吗？为什么？他老婆说他不想吃。Oh my god， 你用低音来表达你心里面的难过。Baby， 你真的是个作曲家，你怎么那么牛逼呀？啊！Oh my god， 上瘾了。他不走了。他走哪里去了？他乱着走。他不知道他要往哪里走。但是那么好吃，你用了那么多的时间，为什么没有人想吃它的蛋糕？为什么？托比开始有点气了，真的有点气了，托比。为什么老婆不喜欢他的蛋糕？为什么？托比要教育的原因。跑了，跑回来，要找老婆。老婆。
你为什么不喜欢我的蛋糕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我的蛋糕。东西啊啊！在吵架啊！你为什么不想我的蛋糕？你为什么？啊，老婆也在吵。因为不好吃。老师，真的很好吃。啊，老师，不好吃。老婆真的不喜欢他的蛋糕，怎么办？心情好了是吧？他有点不动，但是他还是觉得要放弃这个。做蛋糕的 adventure， 到底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好好的蛋糕。很 relaxed 的 music 现在。林，我脱不掉你啊！干什么呢？我不会做蛋糕。还在这个故事？我不要做蛋糕。还是在这个 story 里面？我就不做蛋糕嘛。我去喝个水。拜。你没走了 ，baby， 我的这个都手痛了。为什么？我在用 music 给你用，给我讲故事，给你讲故事，好不好用？好用、哦。虽然我的故事真的一点有趣都没有。baby， 你知道我说过，你虽然不会弹钢琴，但你的钢琴弹出来，你的 creativity 可以听得出来你心里面的 emotion。嗯，你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 creative person， 给你点个赞。Thank you. You're so nice.